视频中是1959年国庆大阅兵时的真实影像，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第一次大阅兵，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盛典。此次典礼，我国还邀请了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例如越南的胡志明，苏联的赫鲁晓夫。当天，毛主席亲自到机场迎接了苏联的领导人赫鲁晓夫，并且和他进行了亲切的握手。此时中苏关系还十分的铁，赫鲁晓夫笑容满面，和主席挥手后还互相拍拍肩膀。与此同时，宋庆龄先生和刘少奇同志也代表我国政府接待了越南来的胡志明主席。而胡志明十分幽默，见到宋庆龄先生后就拿出了一顶帽子，还亲手给宋庆龄戴上。一旁的人也都十分开心，笑得合不拢嘴。当天，我国还举办了盛大的宴会，周总理主动举杯，敬在场远道而来的苏联书记赫鲁晓夫以及其他贵宾。而毛主席也开始端起酒杯和赫鲁晓夫等人敬酒。当晚宴会宾主皆欢，但他们不知道的是，此时人民大会堂的屋顶藏了50个人。由于当年我国的技术相对落后，因此人民大会堂的电路也有一定的安全隐患，并且整个龙骨都是木头结构，非常容易发生火灾。而为了保护各国领导人和来宾，50多名技术人员穿着棉衣蹲在人民大会堂的屋顶上，随时准备应对危险。并且对于国宴的菜式，我国也进行了一番仔细的研究。这是我国的第一次国宴，因此必须做到让所有外宾都能接受。最终总理选择了较为清淡的淮扬菜搭配少量川菜，淮扬菜也成了之后中国国宴的一贯选择。最终的菜单是这样的，冷菜11道和热菜2道，荤菜分别是麻辣牛肉、叉烧肉、熏鱼、桂花鸭子、糖醋海蜇、童子鸡、松花蛋。素菜则是酱黄瓜、鸡油冬笋、珊瑚白菜、姜汁扁豆。而两道热菜是元宝鸭子和鸡块鱼肚，主食则是一个大蛋糕，并且搭配餐后水果。最终在东方红音乐的伴随下，众多嘉宾纷纷入场，他们对晚宴的菜品赞不绝口，吃得十分尽兴，这也让周总理十分欣慰。在晚宴结束后，嘉宾们也纷纷回到了住处休息，准备参加第二天的大阅兵仪式。这段珍贵的影像拍摄于1959年10月1日，为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我们准备了盛大的宴会和阅兵仪式。当天，天安门广场上聚集了数十万民众，毛主席与赫鲁晓夫等人也先后入场，登上了天安门城楼。伴随着北京市市长彭真慷慨激昂的讲话，天安门广场的民众也放飞手中的气球，大阅兵正式开始。而大阅兵仪式的第一步就是升国旗、奏国歌，等到国旗升到最高处后，工作人员捧起了巨大的花束，放在了人民英雄纪念碑前。随后，林彪元帅乘坐着车辆开始检阅部队，接着来到城楼上发表了讲话。今天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四周年的光荣节日，我们和全国人民一起，和来自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同志们一起，在祖国的大跃进中，每一个自然人都要满腔热情的自然人民群众。演讲完毕后，阅兵仪式算是正式开始，各大部队的方队也都开始逐渐走过天安门广场。最先映入眼帘的是军事学院方队，他们身着深蓝色礼服，随后是我国的步兵方队、空军方队的。在这之后就是装甲车方队和摩托化步兵方队。要知道，新中国刚刚成立十年，坦克、大炮、装甲车就已经应有尽有。此时，我国已经拥有了59式主战坦克以及红旗牌检阅车，甚至还有许多抗美援朝缴获的高端武器。与此同时，伴随着阵阵的轰鸣声，我国的空军掠过天空。仅仅十年，中国就真正拥有了自己的空军，这不仅令我国人民十分兴奋，也让外国友人震惊。在这之后，上场的是我国的民众方队，跟在他们身后的是儿童方队以及展示方队。而展示方队举着各种各样的海报以及各类农业工业器械，向世界宣告着我国的发展历程。紧接着，群众方队出场，他们挥舞着手中的花，高喊着新中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即便是现在看着回放，也不禁让人热血沸腾。虽然那是一个落后的年代，但人民群众的信仰和干劲依旧能感染我们。他们紧紧团结在毛主席周围，用行动证明了中国正在走上一条康庄大道。虽然整个检阅仅仅用了一个小时，却井然有序，
这标志着中国的军队建设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中国再也不是那个被列强欺凌的国家。这是我国1959年国庆大阅兵的全过程，超70万人出席同庆，毛主席与来宾饮酒碰杯。而在这之后，全世界都看到了中国人民的强大力量。新中国成立至1959年，仅仅有苏联、朝鲜、越南、巴基斯坦、瑞士、阿富汗、埃及、伊拉克、印度、英国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这是因为美国从中作梗，美国对社会主义国家大搞封锁打压，不仅仅是因为意识形态的不同。主要原因还是因为这些国家基本团结在苏联周围，美国一直在追求世界霸权，苏联已经成为最大的障碍，而美国自然不会允许这些国家和苏联交好，所以进行了疯狂的封锁打压。但在1959年大阅兵后，许多西方国家的态度都产生了松动，虽然并没有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但也对中国的发展和力量产生了新的认识。其实他们也知道，共产党能得到人民的支持，自然不是什么洪水猛兽。但是他们的大哥美国坚持和社会主义国家唱反调，他们也只能选择跟随。其实本次演习也并非完全成功的，我国在军事上确实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但在农业、工业上的成就其实是有夸大成分的。因为此时大跃进的浮夸之风还未被更正，挂出的标语中甚至还有大跃进万岁的字眼。虽然此时新中国已经走上正轨，但依然有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不过总的来说，1959年大阅兵是非常成功的一场招待宴会，让世界各国的领导人领略到了中国的美食文化以及中国人的能力和外交气度。而一场大阅兵展示了我国的力量，也一定程度地震慑了外部敌对势力，并且这场阅兵再次拉近了我国和苏联的关系。尽管在这之后不久中苏关系就开始恶化，但从这场阅兵来看，此时中苏的确铁到不行。在天安门广场时，看着欢呼雀跃的群众，赫鲁晓夫也被感染到了。他和毛主席一同脱下帽子，挥舞着帽子向中国人民致敬。此时赫鲁晓夫的确是非常开心的。至今天安门广场上还挂着一则标语，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如今再来回看这场盛大的阅兵，还是会被现场的气氛所感染，中国人民也永远会记住这些英雄。而如今中国已经屹立在世界舞台之上，开始了全新的征程。中国也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不止在为国家奋斗，也开始在为全人类的命运而奋斗。